好，上一集我们讲了这一个连续录两集，但这一集等你们看题目就应该知道了。先跟大家讲，看一个回复在这边，这个是那时候我讲胶片底片的魅力的那一集的时候，就有个那名字很怪，什么我忘记的名字了，反正你们打在那边，他就给介绍了一个手册，就是美国摄影师手册第五版，好像第五版是第二版。然后那时候我看了以后，我就知道这个英文就叫 American Cinematographer Manual， 这是第十版。然后那时候我就上网去看，这个是谁做的呢？是 ASC， ASC 谁？就是基本上好莱坞的那个，就是基本上每年都没什么事，写写书，爸爸翻翻奖，就翻翻奥斯卡金奖，然后邀请人就是好莱坞 ASC， 就是如果你们知道，之前我也讲过是 ASC 的那个色彩管理的那个在达芬奇里面的那一套东西 ，ASC 的色彩管理也是同样是这协会。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这本书就我买了。这本书不便宜，这个是硬版的。然后当然如果是软皮的，它也分第一版一上级跟下级软皮的，但硬版的印刷会比较好，这质量会比较好。这是第十版，这个不便宜，好像是$170多。这个我买的是二手，但是也差不多70多英镑，就差不多800块钱人民币。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翻译，好像中文有翻译到第几版，但是我不太清楚。我这个是今天才收到的，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所以首先我要谢谢那个人告诉我这一个宝藏。当我看这一个是第几版，这个是 American Cinematographer Manual， 这个就是以前的电影机。以前就基本上你说这个有用吗？我迟点再慢慢跟大家讲。我看了以后里面很多很有用的信息，特别是胶片，就比如说为什么以前胶片，为什么你会讲 open gate， 这么以前拍摄电影的时候你的角度为什么是171 175等等，然后胶片的时候他们怎么去结合声音，然后灯是怎么去用的。这个是第几版，看一下，这个好像是第三版，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第三版。有机会真的想把这十版的，因为这每一版的内容它的作者都不同。这是好像如果没记错，这是第三版，就1940几年拍摄的这 Panavision 胶片电影第三版。当时的电影的广告，哇，真的是太爽了。这个我先到的时候，我先看的时候，然后这个是第七版 7 edition， 这第七版，这个就是非硬皮的，所以你会发现非硬皮它的印刷就很便宜，这个就很便宜。然后给大家看，这个就前几集跟大家讲的65毫米 IMAX 的胶片电影机，只有1、2、3、4、5、6、7、8个。这个好像是差不多18多少年，就是在胶片电影的时候只有8个65毫米的胶片，而且这个都是打字的。而 ARRI 只做了一个，就是765，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65毫米的胶片电影机只有8个，而35毫米的胶片电影机有多少个，就是它这边有 list， 有那 list 下去，35毫米就是有从这边一直下来一直到这边都是35毫米，底下是16毫米，16毫米比较少，35毫米是最多。35毫米有多少个？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就差不多25个35毫米的胶片电影机，而65毫米的胶片电影机全世界只有8个。这个是打字的，如果你要把它转成打横的时候，所以65毫米的胶片电影机在世界上基本上是很稀少很稀少。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好莱坞都是要像抢镜子一样去抢它。然后这边都有教你怎么上你的胶片，每个不同型号的电影机怎么上胶片，然后胶片的时候怎么设置，
这是第七版本，然后还有一些这些很重要的 chop， 还有灯光，如果设置灯光，这个是比较旧的。然后你可以，这个基本上就像一个摄影手册，就摄影师的一个圣经，和摄影师的一个中华字典，就是你文学作者的一个中华字典，它里面任何的词句你可以去找。这个是第七版本，这个是第三版本，你看多厚，以前的电影只是那么厚，这是第三版本。然后这个是好像是2016年他们就出现了第十个版本，这个版本的作者这叫 Michael Goy， 是 Michael Goy ACACC。 而这个版本的时候，这个就把数码放进去了。数码的时候当然不是现在的数码相机，但是我今天刚收到的时候，我刚刚开始看，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它里面这个全都是英文的，但是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值得收藏去看。所以当我越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越没有资格教你们教大家，因为里面很多的东西我都还不知道。因为今天我们学拍摄视频拍摄，如果你想很想拍好视频，你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拍。或者当我看了，我先看这两本，我看了大概有一个星期，我看了以后第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当你看的时候，你根本不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拍摄24帧，为什么光圈或者为什么快门速度是你帧数的一半，这些问题其实在这些里面它都有。这个就有点像巨人留下的脚印，你跟着巨人脚印就知道很多，并不是说你不要去创新，而是他会教到你他们的经验。或者我先讲这个他的序，然后他说 You're holding in your hand the result of a 5 year of dog debate and inspiration。 这本书是他们5年的心血，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灵感等等这些，所以他们就重新要，然后 ASC 就是叫这个作者去写第十个版本的这个版本。所以每个版本都是由不同作者去完成的。然后比如说这边它有很多，我还没看这个，我今天刚收到，但是我真的是当我看的时候发现，哇，这个真的是宝贝。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一行或者是更深一点，就这边比如说这边30几毫米，它的数码不是太多，它讲的都很深，这个好过你往上面去查，往上面去查，比如说40mm， 然后它这些数据都有，就基本上它真的是一个宝藏。如果在你当然拍摄 vlog 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明白这些东西，你好好创意就好，但是成为一个阅读的知识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 perfect 了。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去露你的胶卷，这个今天刚收到，我还没有 Panavision， 然后它里面讲了不同的电影去 preparation for film and motion capture，就基本上它是一个手册的叙述，它不会告诉你怎么去打光，但是它为什么去打光，里面当中有很多讲到它的为什么。这个手册不是要卖相机给你，它是手册，是他们拍制作电影那么多的时候，比如说 green screen 等等，这些都是我想要找的资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钱是觉得是值得收藏的。当然可惜的是只有英文，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翻译的，我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很想找网上面有没有你或者其他人有读过这本书的，有了解这本书的，能不能在底下留言或者私信给我。我很想跟你们去学习，去探讨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因为当我在读的时候，当我在看的时候，有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太多我不懂了，我怎么敢去拍摄 vlog？ 还好 vlog 不是误人子弟。比如说这边 DV 这边有一些基本上都是一点一点，但是这本书它就一个很扎实的架构，可以从平地去打根基。就为什么虽然已经你说这个不是很多都是淘汰的东西啊，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些淘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当你去了解你想创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电影的历史或者任何一个文化它的演变，它的发展，它的向前，一个民族的向前，它都要来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人都好，他不知道他的根，不知道他的历史的时候，你是走不远的。所以这个我觉得
虽然现在可能我们已经有数码那么多时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种胶片的时候，这个就是任何一个电影制作人的心血的一个历史。因为在早期的视频当中，他们 没有数码，他们是一定电视拍摄都是用数胶片去拍摄，然后后期再扫描成为电视，然后每个扫描当中声音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当你了解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叫你一定要跟着他这么做，而是当你看他的时候，前人一定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特别这本书，比如说 ISO Speed 或者在温度，它基本上每个 stop， 哇，你可以看到，这些基本上，这基本上真的是一个精髓。所以还有4.11、4.20这些，虽然我懂那么一点点，但是我如何为什么从后期到前期，然后他们的想法等等，当然这些还有一些广告就无所谓了。然后还有它里面有讲到 color chart， 就 color correction， 还有Bayer button， Bayer， 这是 Bayer， 这是 RGB street pattern， 这 Bayer， 今天我们的很多感光元件都是 Bayer， 所以在后期也色彩处理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底 Bayer 的数据等等，他都会告诉你。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跟我一起学这本书的时候，你留言给我，你私信给我，或者是我希望能够跟你去可能是找一个同学吧，找一个这本书的同学，然后不要再秀什么器材啊。还有这个才是经典 Extra 2013年的版本，这是2013年的版本。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前的三个 CCD， 这是贝尔 CCD， 就建在里面，很多东西要学了。所以基本上希望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可以慢慢开始去读，我不知道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去读完，但是这个真的是宝贝，谢谢那个人告诉我这本书，之前我都没有想过有这本书，还有看过《美国摄影书手册》第十本、第十一本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也会买，这个不便宜，但是我觉得是，如果你真正是对摄影有热忱的话，你读一读，绝对让你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天地。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便宜的 DV Cam， 有些比较熟悉啊，里面还有 Red One。Ari Studio Ari Alisa Plus， 还有胶卷机、胶片机，他的电影，他的数码相机 索尼 F35 还记得吗？然后他索尼 F65， 这个是那时候很贵的相机，然后索尼的 FF7 还没在里面，索尼的 F3， 索尼 Vision Panavision，还有 Vision Research Cine Index Panavision， 它基本上啊，这个就是 Top Camera， 很多还有镜头啊等等 Filter， 还有 Filter 啊，你如何使用 Filter 在胶片当中。所以这本书真的是我看成是一个宝贝，可能应该不会卖了，我好好收藏这本书，然后谢谢那个人。如果你们想，我真的想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去读过这本书，想读这本书，能不能在底下，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怎么找到我，就你可以私信给我去告诉我，然后我可以去问你很多关于书里面的问题，去了解你能够告诉我书里面一些如何去拍摄问题，为我将来能够拍摄35毫米，不一定35毫米，可能太贵了，就16毫米的胶片做出个准备。很好的一本书，这个是很好的一本书。好，这个是今天的分享，下次有机会再见了。哇，下一集更加兴奋，下次见。